201710月19号，现在是中午的11:20。我们看到正前方就是水漾漫游，旅行遇见新自己，幸福试穿。来看一下，小编在现场为你来看一下漾漫游的神山，非常非常的漂亮哇！这是所有的景色的部分，蓝天、白云。360度，你看游客，旅行遇见新自己，幸福试穿。小编Steven为你现场。